Jumdendim gom bonje horayala jom zargo bungolo duduni dunduni dunum dora jeni dungun jujun zujani gila grala undun kandadu bidun maru mundun dungura kizu rutoldun lava jida jayala dujan dungun dudranje dunum moni lundi jizan dunum maru mazer dungurum yaga jeni jom zara dunum dundi dunjan zabin dazon yundun lizo jeni dun Jidab jidam jini jendim damlo masirin jahuraya la dada Jidami jijim jiru ozir ji dalu dhamu mambarab sani Kwadam dam jujun lu dhoba Ludu wabi nawa jidu sur Dajya xian fa puti xin Wai le du hua Tian xia so yu de zhong sheng 发心成佛、啊、为了得到这个佛的果位今天停法然后就好好修心、啊、成佛以后就度化无量的众生、啊、这样子发菩提心、啊、然后呢我们就继续讲这个这个如何面对心腹如何面对痛苦的这个课啊？那首先是讲这个如何面对痛苦的这个课了。那这个课就我们上次讲了一部分了。嗯，如何面对痛苦？这个面对痛苦的方法就很多了啊。面对痛苦是所有众生都要面对的。这个痛苦因为这个轮回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痛苦我们曾经已经造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罪业啊那这个罪业的果报先前的时候啊这个痛苦我们不愿意啊面对也得要面对这个是没有办法啊逃避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生命啊愿意接受痛苦但是呢也没有一个众生能够这个摆脱痛苦的没有一个众生就是能够这个回避逃避这个痛苦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怎么样去面对那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了普通的众生这个面对轮回面对这个痛苦第一很痛苦然后就是第二也不能把它转为道用这样子那修行的人第一个就是通过这个修法面对痛苦的这种修法来减轻这个痛苦的折磨第二个呢可以把这个痛苦转为道用所以这个怎么样去面对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了那这个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我们上次讲过了世俗第一当中以世俗地的方法来面对痛苦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以圣义地的这种方式来面对这个痛苦就有两种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一个那第一个当中上次那这个里面已经这个里面就有有七种这个不同的这个修法七种不同的修法首先是分两个这个坐间的修法和这个如坐的修法有两种这个修法如坐的这个修法就有七种修法了如坐的这个大坐的方式去修的这个方法就有七种不同的方法那七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第一二三四这个就已经讲完了今天就开始讲第五个这个方法这每一个方法都这个可以都
可以这个减轻痛苦，然后就把痛苦转为道用，每一个都可以。那我们修的时候呢，比如说那这七种方法当中啊，就是专修一种啊，比如说把痛苦转化为出离心啊，就修这一个啊，其他的不修哦也可以。那或者是把痛苦啊转化为这个慈悲心，就修这个啊，其他的不修也可以啊，或者是其他的修都修，但是啊，这一座当中呢啊，只修这个第一个修法，就是把痛苦转化为啊这个出离心的这种修法啊，第一座当中呢就只修这个修法，或者是这个痛苦转化为出离心的这种修法，就修一个星期啊。然后呢再修这个第二个啊，就是把痛苦转化为这个皈依的这个修法啊，这样子也可以，这些修法自己可以安排啊，怎么样修都可以的。那我们今天讲这个第五个修法啊，第五个修法呢啊是这个，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痛苦的话啊，那就一定要这个积累福报，一定要信善，才可以不受这个痛苦，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痛苦啊转化为啊这个信善的这个动力啊，痛苦转化为这个信善的这个动力，也就是说，那我们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遇到一些这个痛苦的时候，那在这个痛苦呢，在当下啊，对我们来说是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痛苦啊，也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这个痛苦，但是呢，这个上次我们也讲过，这个相比之下，这个不算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比这个地狱的痛苦啊，恶鬼道的痛苦啊，畜生道的痛苦的话，这个痛苦呢啊不算是很大的这个痛苦，但是呢啊，我们这次就是遇到了一个这么小的痛苦啊，这个痛苦啊对我们的这个打击啊是相当的这个大，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承受，根本没有办法这个面对啊，这样子深深的体会到啊，这痛苦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啊，它的这个因是什么啊，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啊没有心善，造了很多的罪业啊，没有心善，所以今天就是遇到了这个痛苦啊，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啊，任何一个痛苦，它有这个客观的因素啊，任何一个痛苦都会有这个客观的因素，但是呢它的最重要的这个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就这个折磨人啊，过去让人啊受痛苦啊，伤害人，伤害人的精神啊，伤害这个人的这个身体，那今天就是导致了我们自己的这个痛苦，这个痛苦呢它不是无因无缘，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如果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痛苦啊，不想这个接受这个折磨的话，那啊想不接受就不接没有这个痛苦吗？当然不是，那就是需要他的，我们需要这个制造这个因啊，不痛苦的因啊，不痛苦的因是什么？就是心善，不是就是心善啊。如果不愿意接受痛苦的话，那就是要去心善，这个时候啊，平时我们的也知道啊。不愿意接受痛苦就要心善，那平时也知道，
但是呢在这次就是面临了这个痛苦的这个打击啊，遭遇了一个这样子痛苦的时候呢，深深的体会到那这个人世间的这个痛苦，那深深的体会到这个痛苦这轮回呢，那就并不是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完美的那么幸福的啊，那是什么呢，就是像佛说的那样啊，一个充满痛苦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啊，深深的体会到了。那体会到了以后呢，我们还进一步的去思维啊，这一点啊，这个痛苦再大也好，这就是还是属于这个啊人间的痛苦，它不是地狱的痛苦，它不是这个恶鬼道的痛苦，就是属于人间的痛苦。人间的痛苦再大啊，也不可能像地狱的这个痛苦，像这个恶鬼道的痛苦啊那么严重。那我现在啊，就是面对一个这么一个小的痛苦啊，都这么这个难受啊，这么痛苦，这么折磨的话，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啊，我就是要面对这个地狱的痛苦的话，那我那个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啊？如果有一天啊，我就这个堕恶鬼道啊，就受恶鬼道的痛苦的话，那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啊？畜生道，那然后就堕畜生道，就是接受面对这个畜生道痛苦的时候呢，那我会是什么样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啊面对啊，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承受啊，这个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时候呢，不是理论上知道，而是亲身经历了那这个痛苦，那我怎么样去啊？不需要面对这个痛苦呢？怎么样去啊？以后我怎么样去摆脱这个痛苦啊？怎么样去逃避啊？那就是要行善啊！不行善的话，我永远都会痛苦的啊！再不愿意接受痛苦也要接受痛苦，这个因果是这个因果啊，它是自然的规律，不是我们想说啊，不是我们想啊不痛苦就不痛苦啊，不是我们想说我们想的那样子啊，它不是啊，因为我们要什么就是什么啊，它不是这样，它是有自然的规律，那这个自然的规律是什么呢？要心服的话就是要心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加强啊这个心善的这种这个动力念头这个时候把这个痛苦呢转化为心善的动力啊，这是第五个这个修法了。那第五个修法本来就是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啊，本来也就是这个在心善断恶啊这个方面是比较精进的，应该是比较精进的。那这一次呢，就是通过这个痛苦啊，然后就是深深的体会到更加的努力啊，更加的精进啊，精进修心啊，心善，这样子把它转化为这个心善的动力，这是这个第五个了，然后第六个这个修法。啊，第六个修法是什么？第六个修法呢，这个痛苦啊转化为慈悲心，痛苦转化为慈悲心，这个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在这个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平时我们在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呢经常讲这个慈悲心啊，经常强调这个慈悲心，因为这个菩提心就是这个整个大乘佛法的灵魂啊，大乘佛法的基础，那菩提心的基础就是慈悲心啊，没有慈悲心就是不可能有这个这个慈悲心，那是菩提心，那慈悲心是怎么样这个产生的呢？什么样的这个东西让我们啊产生这个慈悲心呢？那就是要感受到痛苦
啊，自己的痛苦，然后其他众生的这个痛苦，深深的体会到啊，这个轮回是痛苦，每一个众生啊，都在受啊很巨大的这个痛苦，每一个东西将来一定会面临这个很巨大的痛苦，有这种感受了以后呢，然后啊，我们就是希望啊，所有的众生啊，就远离痛苦啊，诚心实意的希望所有众生远离痛苦，就会产生这种念头哦，这个叫做悲心，这个叫做悲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啊这个自己的这个痛苦哦，就是转化为啊慈悲心，是比较容易的，那、啊、比较容易的。啊，平时我们是通过理论啊，从理论上讲啊，这个地狱的众生怎么样痛苦啊，然后出生道的众生怎么样痛苦，经常讲的是这个理论上的这个啊，学习理论上的东西。那这次呢啊，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感受到了这个巨大的这个痛苦，自己就是面临了这个痛苦，那刚刚我们讲到的一样，这次自己的痛苦这个从六道轮回的这个痛苦当中呢，还算是比较小的痛苦，但是呢，这么小的痛苦对我们的打击啊，那么严重，那么沉重，这个时候呢，我们想，那地狱的众生他们是什么样子啊？地狱里面的众生他们面临这个地狱的痛苦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他们的这种感受是什么样子啊？然后呢，出生到的这些众生啊，这么多的众生，我们经常看得到啊，这个出生到的这个众生的痛苦，那他们啊面临这个痛苦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心灵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他们的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痛苦是什么样子？啊，要去这个思维，这个时候呢，非常容易产生这个同情心啊，非常容易产生这个慈悲心。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很容易啊，自己已经这个遇到了这个痛苦，觉得这个痛苦非常非常难受，非常非常难受，很痛苦，但是这个痛苦呢。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跟地狱众生的痛苦啊，或者其他众生的痛苦比较，这个痛苦还算不了什么了，很小，但是呢对我自己而言啊，这个痛苦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这样子。这个时候呢，我们自他相换啊，那我这次就是遇到了一个这么小小的这个痛苦，对我的打击这么沉重啊，那这其他的众生他是没有自由的，他们没有办法回避啊，他们没有办法这个逃避这个痛苦，再痛苦也得要面对，那他们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啊，会是什么样子啊？这个要去这个去思考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刚刚讲的啊，会产生同情心啊，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世界上，这世界上的这些众生都是很痛苦的非常痛苦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想啊，我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痛苦，就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就这么难忍啊。那其他的众生呢，应该是更痛苦了啊。为什么呢？我们再怎么样也好，还是听过一些佛法啊。还是懂一些这个佛教的这个道理啊，至少也懂得这个痛苦是我自己制造的啊，自作自受，就是这是过去的这个因啊罪业造成的，至少懂这一点，也可以在这个当中呢，也可以安慰自己，用通过这个因果的这个理论道理来安慰自己。但是这些痛苦呢这些众生呢他不懂所以很仇恨怨恨然后同时也很痛苦，这样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
啊，所有的这个众生啊，都能够远离啊所有痛苦。这样子思维的话，这个时候呢啊，就非常容易升起这个慈悲心。这个要千万记住，这个很重要了啊。我们所有的人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痛苦是离不开的啊。然后最终啊，还有这个死亡的痛苦、衰老的痛苦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痛苦，我们一定会这个面临的，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个不仅是我们，全世界的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啊，现实，这个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痛苦转化为啊道用？怎么样把这个痛苦转化为学佛的力量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了。这个时候修这个慈悲心啊，修这个大悲心的话，这个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的。这个很重要。那这个时候别忘了啊，这个时候要修这个大悲心啊，修悲心是非常重要。在修悲心的过程当中啊啊，它有两种这个结果啊啊，两种利益啊。第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啊就知道这些道理啊，修了这个慈悲心以后呢，也可以减轻啊，减少啊，我们的这个痛苦也不会那么痛苦了，也不会那么难受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啊，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啊，痛苦，然后就心里边就产生了这个大悲心啊，这也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这再痛苦也没有问题了，这是值得的。这个是把痛苦转化为大悲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希望那以后大家啊能用得上啊。我想我们目前的这种阶段，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大圆满了啊，并不是什么很高深的法，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些法了。我觉得啊，并不是很多理论了，我们目前就是需要的啊，最忌的就是因机啊，不是很多中观的理论了，不是很多因明的这个理论了，不是大圆满了，都不是啊。我们目前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要去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但是呢，也不是说我们永远都不需要大圆满啊，并不是说我们永远都不需要这个中观呢、因明呢，也不是说我这个中观和因明我们永远都不学，不是这个意思。这些是我认为啊，这些修法是因机的这个修法啊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很多的这些痛苦啊，病痛啊。衰老啊，工作不顺利啊，家庭不和谐呀，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啊，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因明啊用不上，中观本来是可以用得上，但是呢，我们人的这个根基啊，这个法和这个人的根基上下还没有连接，也用不上啊。大圆满呐、大受益呐，这些是。更高了，更高的东西呢，我们就更用不上啊。那么目前能用得上的就是这些法，我觉得是这些法。通过这个法，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的去修其他的法。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些修法，大家要认真的去思考，去思维，这个修法呢。比如说我们上面的这些修法啊，平时也要修。如果平时不修啊，就是遇到痛苦的时候临时去修，这个就不会有任何效果了啊。这个平时也要修，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任何一个修法都是这样子啊。这个是这个痛苦转化为道啊，痛苦转化为这个大悲心。大悲心，
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第六个修法，嗯，然后第七个修法啊，第七个修法是最关键啊，第七个修法是痛苦就是转化为这个这个利他心，嗯，转化为利他心，嗯，这跟我们平时在这个这个如心论当中讲的这个自他相反啊，自情他种啊。这个些修法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用了，嗯，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啊，我这次这个遇到这个痛苦是什么原因呢？嗯，它是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爱我执，就是说我爱我自己啊，我就是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呢，就是要。首先这个把自己的这个问题啊，自己的事情啊，就是作为头等大事啊，就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着想啊，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考虑啊，那就是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自己的幸福去破坏啊他人的这个幸福，嗯，为了自己的这个健康啊去破坏他人的这个健康啊，为了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这个幸福去破坏他人的生命啊，甚至破坏其他众生的生命，嗯，这是我一贯的这种做法，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子，嗯，我没有这个利他心啊，没有这个利众生的，没有这个爱众生的心啊，就是爱我自己，嗯。爱我执，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爱我执啊，因为有这个爱我执，造了很多罪啊，造了很多罪。今天啊，在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国宝当中呢，就是成熟了一个很小的一部分啊，就成熟了一个很小的一部分，那就成熟了一个很小的一部分啊，对我来说也就打击这么沉重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它的最关键是什么呢？那最关键就是这个爱我执，嗯，就是这个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以后如果我不想再有这样子的痛苦，甚至更大的这个痛苦的话，那我就是从此以后我不能再这个再有这个爱我执，嗯，不能再有这个爱我执。从此以后呢，我就是要。啊，利他，那不要利己，就是要这个利他。从此以后，我就是要喜欢一切众生，爱一切众生啊，我就是要这样子啊，这样子才能够断除自己的这个痛苦啊，断除所有的痛苦啊，否则的话，这是没有办法。我还是就是像以前这样子啊，一直都是就为自己着想啊。这样子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幸福，在这个轮回当中，真的是没有办法幸福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自己啊，希不希望这个自己幸福啊，需不需要这个幸福，这个要自己选择啊。如果认为需要这个幸福啊，不要这个遇到痛苦的话，那就是。就是这种，这个是唯一的这个办法了啊！因为有了爱我执的话，是不可能不造业了啊，不可能不造业的，一定会造业的。嗯，造业的话，那就是不可能不痛苦啊。这个是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恶性循环啊，就是因为有爱我执，然后就是为了自己的种种利益。去杀盗淫王，嗯，然后呢，有这个，有就这个面临了很多的这个痛苦，承受了很多果报，在承受这个果报的当中啊，也不懂得把这些东西是自己自作自受，然后就是认为这些都是别人的不对啊，这些都是其他人的不对，然后呢。心里就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仇恨啊，以同时有造很多的这个业啊，造很多业，这样子就是恶性循环啊。这轮回本身就是一种恶性循环啊，
这个恶性循环呢，那你是永远都是没有办法停止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还是要修这个自他相还啊，自他相还的修法，这我们已经讲过了，那讲过很多次了。你们都学过这个如心论啊，那如心论当中呢，这个自他相还呢，啊，这个自心他众啊，这些的这个修法讲得非常清楚了，那这个很重要，一定要修。嗯，这里面讲的是什么？这里面讲的是首先是讲这个道理啊。就我们这次我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痛苦的时候呢，我就去寻找它的根源啊，它的根源。嗯，那我寻找的时候呢，这个根源，这个痛苦的根源呢，这个痛苦的这个原因呢，会不会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啊？客观的因素肯定是会有的。嗯，但是这个客观的因素呢，我们认为啊，它是制造痛苦的最根本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因缘啊，其实不是，嗯，其实不是，它是一个这个主源，它不是啊最基础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啊我们自己没有对我们自己的错误啊，这是就是由制造了很多这个罪业。然后今天啊，就有这个痛苦，我们上次也讲了啊，那这个所有的痛苦是不是跟我们过去的这个因缘有关系呢？有关系呢？啊，这个一定会有的啊，就是像阿罗汉这样子的这个成就者啊，像阿罗汉这样子的这个成就者，他也有一些这个啊过去的这个业。还没有清净的，还没有清净的，还没有完全啊清净的，也有一些这个过去的这个，过去的一些这个罪业的习气或者是种子，但是呢，因为他没有这个啊，他断除了这个贪心啊，断除了贪心，所以这个业啊，他不会啊让他流转这个轮回当中了。他没有办法流转轮回，这个不能起到这个作用。那我们凡夫啊，就有这个贪心啊，有了贪心啊，就是会这个啊，就是因为过去本来就是有这个因，然后再有贪心，就会这个成熟。如果没有这个贪心的话，过去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这些罪业呀、啊。它不会啊，它不会成熟的，不会成熟。要成熟，就是要有这个，要有这个，这个贪心。这个贪心就是像种庄稼时候的这个肥料一样啊，这个是这样子。那贪心是什么呢？啊，贪心就是爱我执，爱我智，叫做贪心。那我们在这样子寻找这个论痛苦的这个根源的时候呢？就是找到了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因缘啊，最基本的这个因素，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执着，对自己的这个执着啊，我们不是吗？啊，我们经常说发菩提心啊，都说这个发菩提心啊，自他相还啊，我们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就遇到一些真正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啊，大家都是为了自己，把自己的利益啊，就是作为头等大事，没有一个是把他人的这个利益放在这个头等大事的，没有，很少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生生死死都是很倒霉的啊。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啊，这一次啊，我们就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啊，就是痛苦原来是。佛在讲这个轮回当中有很多痛苦啊，但是呢，我们各方面都比较顺利的时候呢，就感觉不到啊。虽然是听了这个轮回痛苦，但是感觉不到啊。那这个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啊，深深的体会到了，原来的确是像佛说的那样子，就是这个轮回，就是像佛说的这样子，不是我像的那样子啊。就是佛说的那样子，轮回是痛苦的，深深体会到了。那体会到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去找寻找这个根源啊。那根源呢，它的真正的这个啊
最基本的根源就是已经找到了，就是爱我之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从此以后我尽量的去，那、我尽量的去这个去这个断除这个爱我之啊。目前我们都是凡夫，不可能一下子就断除。那但是呢，就是要通过这个菩提如心论的一些这个修法，那通过一些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啊，从此以后我就减少啊，我要学会减少这个爱我之，那样子。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痛苦啊，也就转化为利他心，痛苦转化为利他心，同时也要修这个。同时就是也要修这个，这个时候就像修这个自他相换啊。我们每一次遇到一个这个痛苦的时候啊，无论是这个巨大的痛苦，或者是一些轻微的这个痛苦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个自他相换的修法，这是非常重要的。自他相换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就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嘛，你们也都应该都在修。应该都在修，就是这个就通过这个呼吸啊，呼吸啊，这两个气就是作为一个这个载体一样的啊，观想的时候把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载体一样，把我的这个啊，我们把这个呼气的时候呢啊，把我们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所造的所有的善根。再加上我们目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腹，无论是这个肉体上的，还有这个精神上的所有的这个幸福、快乐啊，都就是通过这个呼出去的这个气啊，然后呢就送给天下这个所有的众生啊，分享给这个天下所有的众生，然后呢观想所有众生都得到了我的这个心腹，我送给他们的这个心腹，这个心腹呢就我自己的这个心腹和善根，就是作为一个礼物一样当做一个礼物一样就送给所有的众生然后所有众生也就得到了我的这份这个礼物然后呢从所以他们也就得到了这个心腹这样子观想。然后吸气的时候所有众生的这个不愉快这个精神上的不愉快肉体上的这个痛苦所有的不愉快的事情所有的这个痛苦的事情都变成了这个黑色的这个气体然后就通过自己的这个吸气吸到我自己的这个身体上因为吸到自己身体以后呢所有的众生都远离了这个痛苦所有众生都远离痛苦远离一切痛苦然后呢把这个把这个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呢我一个人来承担一个人来承担一个人来这个承受然后这些气体都吸进来了以后呢最后就融入在自己的心脏里面呢观想这个我执我们的爱我执就在这个观想在心脏内部本来这个这个爱我执不一定就是在心脏的这个内部但是呢我们观想就是这样子观想在心脏的内部然后这些所有众生的痛苦都融入到这个爱我执就在这个上面然后呢最后就是就修无我那样子自他相换这是一个一般的这个自他相换的这个修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发愿怎么样发愿我们受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每次都要一定要这个做好这个准备发愿怎么样发愿就是诚心实意的这个发愿这一次我的这个痛苦
无论是精神上的痛苦或肉体上的这个痛苦啊，能够希望啊诚心实意的能够希望啊代替啊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啊，比如说精神上的痛苦啊，受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啊，就是发自内心的啊，从骨子里面啊，就想啊，这次通过我的这个啊精神上的这个痛苦，能够啊代替所有众生的这个精神上的痛苦啊，能够减少所有众生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痛苦啊，这个精神上的痛苦只要我愿意我一个人承担。啊，希望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包含在这个我的这个痛苦当中啊，就我一个人受这个痛苦，希望再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受这种痛苦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发心啊，发愿啊，诚心实意的发愿，不造作是最好了啊。如果做不到那这个不造作的修法的话，那造作也是非常好的啊，造作的去这样子想也是非常好的，那这个修法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诚心实意的去这个想啊，这个修法呢，它的功德啊，这个普贤上师言教里面讲了这个功德，我想大家都应该记啊，应该记得，就是那样子啊，这个功德无量的，这个一定要这样子想啊，精神上的痛苦，然后身体上啊生病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要这样子发自内心的去想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啊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子啊，能够这样子修，能这样子修的话啊，然后呢这个痛苦它可以变成这个啊这个修法的这个顺缘的话啊，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啊接受这个痛苦，愿意有这样子的痛苦啊，我愿意有这样子的痛苦，为什么呢？有这个痛苦我才可以这样子修啊，如果没有这痛苦我是没有办法，我怎么样代替所有众生，我什么东西去代替呢啊，没有，因为我有这个痛苦，所以我现在就是有资格啊这样子这个发心了，这样子发愿啊。那样子的话，这个痛苦实际上真正就是遇到自己啊，落到自己头上还是难受的难忍的，但是呢啊，他如果就是能够成为一个这样子的助缘的话，我们也应该是愿意接受啊。每次这个痛苦的时候都是要这样子，要做好这个准备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次两次长期这样子这个修行的话，那习惯了啊，习惯了以后呢，以后我们遇到任何一个痛苦的时候啊，就是自然而然啊，第一个想得到想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想的就是就是为了这个就是这个啊，代替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就是这个心愿啊，这是晚上做梦的时候都会这样子的。啊，这个一定会的啊！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经常修这个法啊？如果是的话啊，那晚上做梦时候都会这样子的，这就是非常重要了啊！这样子的，如果这个痛苦能变成这种因素的话，那就是值得了啊！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这个痛苦呢，承受过无数次了啊啊！但是呢，这是自己痛苦而已啊，没有因为。通过这个痛苦啊，减少众生的痛苦，没有通过这个痛苦啊，积累过这个什么资粮，那、啊、没有发过菩提心，都是这样子白白的这个啊，接受痛苦而已，以前都是这样子，那现在啊，如果通过这个痛苦啊，又可以对众生发菩提心啊，又可以这个自他相欢。那样子的话也是值得的啊，这个修这个修法啊，这是第七个修法了啊，在世俗地当中的这个七个修法啊，当然我们也可以
修很多很多其他的法，通过这个修，通过这个痛苦可以修其他很多的法，也可以把这个痛苦呢转化为很多很多其他的修法。但是呢，这个书里边啊讲的就这七个，这七个呢应该是比较重要的这个七个修法了啊，就修这个修法。但是大坐的时候修，这个是要如坐修啊。如坐修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如坐大坐修这个修法。那平时这个修法我们平时也要修，经常要修。比如说出离心、皈依啊，还有这个这些都平时也要修。如果平时我们这些都不修啊，这个就是遇到一个痛苦的时候呢，就为了减轻这一次的这个痛苦去修这些修法啊，当然也会有一些这个作用，但是呢这个效果不是很好，那效果也不是很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也是一个很也是一个这个自私心啊，就是为了自己的减轻自己的痛苦去修这些法啊，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想法菩提心啊、慈悲心而修的，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实际上就是一个安慰而已啊。这样子的修法也意义不是很大，平时也要修。那这七个修法当中啊，平时我们比如说一个人经常修慈悲心啊，其他的也修，但是呢其他修的不是很多，经常长期修的是慈悲心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七个修法当中呢，要修这个慈悲心，跟这个慈悲心跟这个痛苦啊融合在一起啊，这样子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的。也就是说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痛苦就转化为慈悲心啊，就这样子，这个效果非常好的啊。另外一个，比如说一个人呢，经常修啊这个出离心的，其他的不怎么修啊，平时都是修出离心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把痛苦啊转化为出离心修，把痛苦跟痛苦啊融合，这个出离心啊这两个融合啊修，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其他的修法的效果更明显啊。那我们平时每一个人呢，我想应该有一个自己经常修的一个法啊，你们有没有要想一想啊？比如说有些人经常修出离心啊，有些人经常出离心也修，但是主要修菩提心啊，有些人经常修空心等等的，我想应该有了啊，应该有的。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平时修的这个法自己已经啊就修的平时就修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在这个时候呢就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把它转化为平时修的这个法去修的话，这个力量啊就更好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平时也要修，如果平时没有修的话，在这个时候呢它效果就是不是很好的啊，这是一个啊。然后修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就这个训练的时候呢，首先通过一个比较小一点的痛苦啊，一下子就是一个很巨大的痛苦转为道用是很难的。这个很难的。首先我们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个比较轻微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痛苦啊转化为就刚才上面讲的这些法。修的话，这个上面就因为这个痛苦的打击不是很沉重，所以我们把它转化为力量的话是比较容易的。然后这个痛苦啊，在这个痛苦上面呢成功了以后呢，然后就遇到比较严重的这个痛苦，就把它转化为道用啊，在这个上面成功了以后呢，最后就是遇到啊，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再大的这个痛苦都能够很成功的、很顺利的可以转化为这个力量，可以转化为力量了。这样子训练啊，这个任何一个修法
都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嗯，这个前移啊，后难啊，这个是我们修法的这个原则，嗯，这是这个次第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入座时候的修法了啊，这是入座修法啊。然后出座以后啊，出座的方法就回向啊，这些我们已经讲过了啊，都是一样的，在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嗯，那入座啊，这个出座以后的这个修法啊，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出座以后就祈祷上士三宝啊，祈祷上士三宝啊，祈祷上士三宝，祈祷什么呢？啊，我能够啊顺利的。成功的这一次的这个痛苦啊，能够转化为啊这个出离心呢、菩提心呢、慈悲心呢等等，我们前面讲的啊，这样子这个祈祷上士三宝啊，这是一个。然后呢，就这些修法呀、啊，比较成功的时候，当我们的内心没有就当我们的内心没有那么这个。这个脆弱，就是有一点坚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祈祷这个上士三宝啊，祈祷上士三宝再次给我赐给一些痛苦啊，让我痛苦啊，让我不要不顺利，嗯，给我一些不顺利的东西啊，给我一些痛苦，嗯，这样子祈祷。现在不是啊，现在我们天天念护法呀，让希望我能够成，希望我能够顺利啊，希望我不要有什么啊，工作上不要有不顺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呢，非常的这个啊脆弱啊，不敢面对任何一个这个痛苦啊、嗯，所以我们天天念护法了啊。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不念不有念护法，但是呢，求护法。啊，给我带来，给我制造一些威愿啊！这个时候呢，不是我们念护法就为我制造这个孙愿呢。这个时候我们念护法啊，希望你跟我制造一些威愿、不顺利的东西、痛苦。那个时候呢，我们啊，祈祷上师三宝给我痛苦啊，给我压力啊，给我不顺利。嗯，为什么呢？我去面对这个，然后我就可以从中，我可以获得一些更好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呢，比我健康的时候的获得的还好啊，比我幸福时候获得的还有收获，嗯，所以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这样子啊，我们没有这个勇气了，嗯，没有勇气。这个时候要尽量的念护法，不要跟我啊制造，不要有任何不顺利的事情，都是顺顺利利的这样，最后就是这样子，啊，这是。左肩的这个出座以后的修法了啊，这个就是出座以后的修法。然后这些都是这个师书地当中的修法了啊，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嗯，这些修法啊，都是我们佛法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融合去运用啊，佛法融入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平时也说这个人间福报啊，人间佛教之类的，嗯，佛法要融入社会啊，佛法要融入现实呀、啊，佛法要融入生活啊，都说啊，问题就是怎么样去融入啊？什么是佛法啊？用到什么样的生活当中？嗯，这就是很关键了啊。很多人觉得啊，就是因为我们不顺利的时候啊，去烧香啊，拜佛呀，啊，或者是我们有一点钱的时候呢，把钱捐起来做一些慈善的这个事业啊，认为这个就是这个生佛法啊融入到生活当中，嗯，这些都是一部分啊，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但这些都是一部分而已啊。实际上，真正的这个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怎么样啊融入呢？啊，就是所融入的这个佛法是什么呢？就是出离心，就是菩提心。啊，就是空心剪啊，就是皈依啊，慈悲心呢、啊，就是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怎么样去这个啊融入这个生活呢？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啊，那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来解决啊这个现实的问题啊，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困难。这样子的话，
这是非常有用的，这个叫做佛法融入现实生活这个就是很重要，这都是世俗地的方法了，这都是世俗地的方法。世俗地的方法呢就分这个入座的时候的这个面对的方法和出座以后面对的方法，就这两个，简单的说就这两个，然后就是生意地了，最后是生意地，生意地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呢这个需要有这个真悟空性需要有真悟空性才可以，在我们没有真悟空性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办法修这个呢？也不是，也可以修，然后当我们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就给我们制造这个痛苦的外界外境也好或者是感受痛苦的就是去感受痛苦的我们自己的内心也好把这些东西，这个外在的内在的所有东西呢通过这个中观的这种这个推理的方式去抉择，这些都是空性，这都是空性，去观察，观察的方法这个中观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很多人也学过这个中观很多人也学过这个人无我和法无我的这个简单的这个修法和理论通过这个修法然后去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很认真的去这个观察很认真的去观察的时候，就是感觉到这个世界虽然就是这表面上它是存在的我不观察的话它也会给我带来痛苦我不观察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存在也存在一个去感受痛苦的我也存在的不观察的这个情况下呢我可以感受到的一个痛苦也是存在，都是存在但是呢真正这个观察的时候呢，第一个观察我自己，我不存在第二个观察外界的这个给我制造痛苦的这些外境，观察这些东西他们也不存在然后呢痛苦本身就是一种感受痛苦就是一种感受，是我们的这个内心的一种感受它跟这个它跟我们的精神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它就是一个精神的一种这个这个表现那它也不存在这样子观察的时候一切都是如幻如梦，如果这个中观的这个推理的方式推理的方式比较熟悉的话，那就是可以在这个时候，虽然还没有证悟空性还没有证悟空性，但是呢可以这个通过中观的方式去把他们都抉择为如幻如梦这时候呢一定会减轻痛苦的这个时候就一定会这个痛苦能够得到一些这个减少能够得到减少如果真正证悟空性那就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很容易，真正证悟了空性的话那这个解决这个痛苦是很容易的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就梦到比如说父母死了呀或者是亲人死了呀或者是遇到什么很非常不开心的东西在梦里面非常这个痛苦的时候突然从梦中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以后呢一切都不存在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时候呢这个痛苦一下子就消失了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这个对峙不需要任何其他对峙，就立即他自己就消失了就是这样子，证悟空性的人就是这样子他们深深地体会到这个轮回这个现实生活呢就像一场梦一样，就梦境一样，在这个梦境如果不知道我们在做梦的话
不知道我们在做梦的话，那就是那就是痛苦。知道在做梦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痛苦了。没有什么痛苦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生意地的这种方法呢，就是用这样子中观的这个方法去观察啊，这是一方面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更重要啊，另外一方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痛苦还有心腹等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心的感受，就是我们心的感受，内心的感受，这个内心的感受，我们一直都认为对外境有这个关系我们认为这些这个快乐、痛苦都是因为一些外境的外境制造的一些客观的因素造成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认为。但无论它怎么样是外境制造的也好不是外境制造的也好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什么？痛苦的本质是什么呢？痛苦的本质就是感受。如果没有这个感受痛苦它没有一个它没有一个这个立足它没有一个坚没有一个立足的地方了，那它是不可能成立。外界的这个物质它没有痛苦，物质没有痛苦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它没有痛苦，这个上面不会有痛苦外界的这个物质上面呢不会存在痛苦，那存这个痛苦存在于什么？就是存在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当我们感觉到痛苦的时候呢，它就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它怎么样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呢？它就是一种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感受而已心的一种感受，心的一种感受，它本身就是一种心的感受没其他，除了这个以外就没有什么。然后心腹也是一样的高兴不高兴幸福不幸福，痛苦快乐贪心嗔恨心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这个内心的一种表现，都是一种内心的精神的表现。它的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我们内心的表现，它不是从外界产生的不是从外界产生的，它真正的这个是什么？真正的这个它的来源呢？它的源头是我们的内心，是我们的精神。因为幸福和这个快乐这个有智慧的人或者是这个圣者他们知道幸福和快乐是内心跟我们的精神有关系，不仅是有关系他们就是在这个精神当存在于精神当中不存在于外界，所以这个圣者往精神，就是往里追求寻找幸福也往里寻找，往里面寻找这个痛苦的根源这样子。那凡夫呢就不知道这个道理凡夫就是认为这个我们的痛苦和这个心腹都跟外界有关系，外界有关系然后就是往外寻找追求，往外追求心腹往外这个寻找痛苦的这个根源，这样子以后呢，他因为他的这个方式，他的这个寻找的方向错了所以这个痛苦永远都得不到解决，痛苦永远都得不到解决，一生又一生这样子失败了，每一生都是失败，每一世都是失败，一生一世这样子世世代代，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失败没有解决这个痛苦的根源
为什么呢？他没有找到痛苦的根源，他一直认为痛苦的根源是外界，是物质，金钱等等啊，所以他没有解决到这个，然后呢，幸福也是一样，范福他认为幸福的这个来源也是外界啊，也是这个物质，也是这个客观的因素，然后呢，往外追求这个幸福。所以他这个方向错了，所以呢他有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时有意识的这个失败也就是说没有得到这个幸福，他也没有得到这个、没有解决这个痛苦，也没有得到这个幸福原因是什么呢？他的这种方法有错误了，他有方法错误，他这个寻找的这种方法方向都错了寻找的方向都错了，所以永远就得不到这个幸福这个痛苦也得不到解决，这样子，反复就是这样子，甚至他就不是他认为这个外界的这个物质世界这是一个临时的一种这个主源，但是呢真正的这个幸福和这个痛苦的这个真正的因素真正的这个它的种子真正的它的这个缘起在哪里呢？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就在这个精神世界当中，并不是在物质世界当中这样子以后呢他去寻找这个真正的这个幸福然后去寻找这个痛苦的根源，因为他的方向没有错甚至彻底的这个断除了痛苦彻底的得到了这个绝对的幸福绝对的幸福是什么呢？就是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什么？绝对的自由就是解脱解脱就是自由自由就是真正的这个幸福那甚至他就获得了真正的这个幸福，就是解脱，他获得了然后呢从内心当中这个彻底的断除了所有的这些烦恼断除烦恼以后呢也就是没有痛苦了，他也就得到了这个的痛苦也就得到解决了因为他的方向没有错，所以甚至就是这样，这是范福和这个圣哲的这个差别就在这里那我们这里讲的是就是要说要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痛苦所有众生这个轮回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痛苦跟外界有没有关系这个我们先不说跟外界有关系也好，跟外界没有关系也好，它的本质它的殊心是什么？就是精神并不是物质，它就是精神就是我们的内心内心的一种感受什么是痛苦呢？就是我们心的一种感受什么是幸福呢？就是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感受除了这两种感受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那这个感受呢跟精神是分不开的精神是分不开，如果没有精神没有我们的内心，就不可能有这个幸福也不可能有这个痛苦首先要知道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平时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就是像唯识宗里讲的一样，我们要首先要落实外面的一切现象一切现象都是一种新的现象而已这种现象跟外界有没有关系先不说，至少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当中所感觉到的这东西呢都是我们自己的这种一个现象平时大乘佛教里面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就不需要讲这么光我们现在就讲这个痛苦和幸福，尤其是痛苦。痛苦是什么痛苦呢它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这个首先要肯定这一点
要肯定这个。嗯，然后这个肯定完了以后呢，啊，我们去看啊，精神是什么？嗯，理性啊，精神啊，心呢、啊？啊，我们平常讲的这个心是什么？嗯，然后去看啊，打坐，嗯，打坐啊，去观心啊，打坐去观心。心静下来啊，这个也要这个那个闭关的方式啊，就是这个入坐的方式去修，嗯啊，这种修法呢，我们已经讲过，以前讲过很多次了啊，就是那种方法去静下来，这个观察，嗯啊，心啊，他自己啊去啊观察自己啊，所谓的观察呢。也不是通过逻辑啊，也不是通过理论啊，就是心静下来了以后呢，啊，心里面就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杂念呢 啊我们平时讲的就是这个啊，过去的这些事情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去这个追究过去的任何事情啊，不要去想啊。然后也不要去迎接未来的任何事情啊，我明天会怎么样啊，明年会怎么样，都不要去想。嗯，那实际上那、过去的这个心啊，它已经消失了，嗯，已经是不存在了啊。未来的心呢，它实际上也还没有啊，还没有诞生，嗯，它也是不存在的。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当下啊。如果有的话呢，就是当下的就这么啊、一瞬间的心啊、如果存在的话，那应该它是存在的。嗯，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看它啊存在和不存在。如果我今天啊，我认为这个实在是很难受的这个痛苦，如果真的它存在的话，那应该是这个当下的一瞬间的这个身啊、心，那应该就是在这个上面存在这个痛苦。啊，如果真的有一个痛苦的话，那应该是在这个上面了啊。为什么应该是在这个上面呢？啊，我们刚才已经肯定了这个啊，痛苦啊，它跟物质啊，它不可能在物质上啊，它不可能在于这个物质上，嗯，啊，它一定会存在在这个精神上，嗯，那精神过去的精神啊不存在了啊。心不存在，未来的这个心也还没有诞生，那就是唯一的，就是现在一瞬间的这种心呢 啊那这个心上啊，这个一瞬间的这种心，嗯，这上面呢有没有痛苦？如果有痛苦，就是要存在这个上面，嗯，那这个时候心静下来啊，去啊，心静下来，嗯，静下来了以后呢，去看现在的当下的心是什么啊。当下的心是什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加心修得好的话，这个时候一下子知道这个心，当下的心啊，就是光明的，当下的心就是空性的，嗯，它本身就是这样，这个非常容易的。但是可惜啊，我们没有修加心，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没有积累资粮，没有忏悔自己的这个罪过啊。所以静下来什么呢？就睡着了，昏沉啊，就是这个结果，什么都没有啊。是什么缘？就这个缘。那这个非常可惜了啊。如果加心修得好啊，积累资粮，嗯啊，然后就是这个啊，清净了这罪业啊，罪业清净的差不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一下子啊，一下子这个时候就是很清楚啊，心原来就是。从无始以来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了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光明不光明呢啊，然后就是这都是不存在的。我刚刚很痛苦非常难受的这个是什么？嗯，这是一个我精神的表面现象啊，就是一种表面现象，心很烦躁啊，很浮躁啊，这是一个精神的表面现象。那这个表面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啊，它的真正的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啊，静下来了以后呢，一下子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啊，一切都是表面现象，虚幻的虚拟的世界，如幻如梦的痛苦，这个时候
深深的体会到原来根本是不存在着什么东西。那因为我自己不观察的时候呢，我很痛苦啊，我很怎么样啊，啊这样子自己折磨自己。嗯，当我现在一看，真的去一看这个新的本来的面目的时候，原来啊一切都是啊像这个丁解矛盾论当中想的一样，就平时我们啊空气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像藏地的这些像高原上这样子的这个地方，一看啊，一看面前面的地方，虚空空中啊，空中啊没有任何这个物质啊，一片虚空啊，一片虚空，就这样子，内心也是这样。这个时候呢，一点问题，一点这个痛苦呀、啊，一点什么这个念头都不存在啊，啊。哪怕是一瞬间的东西都是不存在，这个时候是都是空心，一片虚空啊，这个时候真悟了啊，痛苦也就消失了，没有痛苦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当中没有痛苦也没有幸福，什么都不存在，这当中这是心的本来的面目啊。但是我不去找这个时候呢啊，不去寻找这个心的本性的时候呢，我又回到这个世俗地当中了啊，在这个世俗地的时候呢，然后心又很烦躁啊，心很烦躁，心很痛苦这样子，然后一观察啊，一进入这个就是进入了生意地了啊，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生意地当中啊，就什么也不存在啊，这两个世界啊，生意地和这个世俗地，就像生意地呢。啊，就像我们从梦中醒过来了一样，什么也没有发生啊！原来什么也没有发生，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因为发生很多事情，所以我痛苦。这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怎么会痛苦呢？啊！但是这一切都是在世俗地当中发生的，世俗地当中发生的，在不观察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是像做梦的时候发生了种种的这个。问题一样，这个就是我们想做梦的时候和一样，然后已进入这个生意地啊，进入这个空心呢，那就是我们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一样啊，从梦中醒过来了以后呢，啊，就知道什么也没有发生，原来都是做梦，原来都是做梦了，实际上我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啊。我不需要这个痛苦了，也不需要这个欢喜，什么也没有发生啊，一切都是很平静的，很宁静的啊，一切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又回到了这个世俗地的时候呢，又不是啊，那个时候就是这两个生意地和世俗地当中啊，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差别，就是做梦和从梦中醒过来这种差别啊。很简单的，修好家性了以后呢，就是很简单的。没有修好家性的话，这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进入这种状态了啊，永远都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状态。这时候呢，这个状态当中啊，这个状态当中呢，就是一片虚空啊，根本就不除了痛苦以外啊，所有的这些世俗地当中的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就像阿底峡尊者在《念中观》里面都是这样子讲啊，就像秋天的这个虚空天空一样啊，秋天的天空，在高原上看秋天的天空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啊，因为冬天啊有这个灰尘，有风，风沙啊，就所以天空不会那么漂亮。啊，那秋天呢？这个春天呢？啊，就有这个有下雨啊，那时候呢，有温度造成一些这个气体啊，也会影响到这个空中啊。然后夏天呢，有云啊，也会影响到这个虚空啊。那秋天这些都没有啊，这都没有。然后是真正的这个虚空的这个。本性嘛，这个本来的面目啦啊，那眼前也没有山啊，也没有水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片虚空。这时候看
看上去的时候呢，那就是一片虚空了，不存在任何东西。往外看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往里看，心也就是这样，心的本性也这样，一下子，所谓的这个痛苦啊，这都是消失了啊，这个叫做这个胜一敌的面对的方法了啊，胜一敌的面对的方法。但是我们能不能这样子面对，这就很难了，这个就要看我们有没有修家性啊。现在大家希望这个不需要修家性，通过另外一种方式直接进入这样子的状态啊，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永远都不可能了啊。这个我们反复的这个强调过啊，所以这个你们愿不愿意进入这个状态，就是要你们修不修家性。如果愿意如果很希望啊，迫切的希望要尽快能够进入这种状态，把所有的这些痛苦不开心的东西一下子让它消失的话，那就去修家性，要好好修家性啊，这样子。这是胜一敌的这个啊，面对痛苦的方法啊，这个就是胜一敌面对的方法了啊。然后最后呢，我们就讲他们的结果啊，最后就是结果。这个刚才我们上面啊就讲了胜一敌的世俗敌的这个面对痛苦的方法，然后呢也讲了这个胜一敌的这个面对痛苦的方法，这都讲了。那这些所有的这些啊，这个生一地世俗地的这个修法的，它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第一个啊，我们就通过这些方法啊，通过这些修法啊，把痛苦啊转化为力量啊，痛苦转化为这个修行的这个祝愿顺愿啊。这个痛苦呢，它虽然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痛苦，在接受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它是有点难受，但是呢，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东西呢，的确是这个有收获啊，收获很大的。如果能修的话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接受啊。比如说我们中医啊，治病针灸扎针啊，不就是很痛吗？也是很痛的啊，但是我们拿钱去卖这个痛苦啊，希望中医来给我们扎针啊，拿钱去卖，为什么呢？为什么拿钱去卖痛苦呢？啊，我们就是知道，因为这个痛苦之后就有背后就有健康啊，因为我先去这个啊，接受这个痛苦，然后我就会有这个健康啊。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呢，我们不但是愿意接受，而且拿钱去卖这个痛苦，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就可以给我带来这个健康啊，这个道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些痛苦啊，也不就是一样吗？这个不需要拿钱去买啊，这个痛苦，然后我们通过这次的这种修法的话，它不但是给我们带来这个，它不但是带来这个啊肉体上的健康，它会给我们带来这个精神上的健康，精神上的幸福，甚至是精神上的解脱啊。那这样子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要接受，理论上啊，这个是应该接受的，但是呢，过去啊，我们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一直都认为痛苦啊，它是一个很非常不好的东西，谁都不愿意接受它啊，大家都认为啊，一提这个痛苦这两个字啊，没有人愿意要这个东西啊，大家都想一切办法啊，这个逃避啊，回避，就是这样子，其实痛苦不是这么坏啊，如果自己有这种巧诀，有这种方法的话呢，痛苦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样的很多的东西好的东西，它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因为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理论上知道这个应该去接受的啊。那这知道这个啊还不行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通过这种方法，每一次遇到痛苦的时候，就这样子去修啊，修了以后呢，每一次都有收获啊，最终啊，知道啊，痛苦就是我们修行的这个祝愿啊，痛苦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顺愿啊。这个时候呢，每一次遇到痛苦的时候呢，对每一次啊遇到痛苦是面临痛苦的时候，心里啊充满欢喜心，对痛苦啊心里充满欢喜心。这个时候知道这痛苦呢，他接手的时候啊，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实在是有点难受。但是呢，我要去啊面对他，勇敢的去面对。为什么？他一定会给我带来啊好的东西。这个是我这样子一修行，然后呢，这痛苦有转化，可以转化菩提心，也可以转化这个出离心，也可以转化各种各样。以后呢，啊，心里产生了那、欢喜心，这个欢喜心发展到这个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他把肉体上的这些，比如说病痛啊等等这些痛苦呢，就是压制住了啊。然后就是覆盖了啊，不那么明显了啊，不那么明显啊。这个时候就，这个是它的标准啊。从此以后呢，从此以后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啊，这个痛苦就不会成为我们的修心的这个啊障碍。这个痛苦呢，不可能从此以后就不可能变成这个修心的障碍。另外一个呢啊。就修了这个修法以后呢，心胸广阔啊，从此以后心胸一定会心胸广阔的。那现在啊，就是目前我们对这个痛苦是非常敏感的啊，一提到这个痛苦就害怕啊，任何人都不敢面对，没有一个人去故意去面对痛苦的，大家都回避，就想一切办法，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我们就是一生当中，就是一辈子当中的这个啊，这个奋斗啊，努力是为了什么呢？啊，就是怕我们这一生当中痛苦啊，怕我们没有想到下一世呀、解脱呀都没有想，就是怕我们一生当中就这么几十年当中啊，我们啊怕面对痛苦，所以就是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这个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不了解痛苦，然后就是这个内心非常的这个脆弱啊，根本就没有办法面对痛苦，根本就没有这个勇气，心胸非常的狭窄啊，是这样子。那通过这个修法以后呢，就对痛苦的这个认识啊有所这个改变啊。然后呢，也有了这个转变，从此以后就是心胸广阔啊，心胸很广阔啊，面对一点痛苦也没有什么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心胸广阔。然后就是对任何接触的人啊，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接触的时候都很愉快的，大家都相处都是很愉快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么一点点的痛苦不会去计较，不会计较啊。人与人之间相处有可能相互之间会制造一些痛苦，永远都是相互之间制造幸福，只制造幸福，不可能制造痛苦，不制造痛苦，这个不可能啊。佛有可能，菩萨有可能，阿罗汉也做不到，凡夫就更不说了。凡夫就更没有办法，一定会制造一些痛苦的这个因素，那痛苦的制造痛苦因素的时候呢，那对方也能够接受了啊，因为他可以把这个痛苦可以转化为力量啊，转化为出离心，他愿意这个接受他认为这个时候呢，这痛苦呢不是我们所想象那么坏啊。所以对他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接触的时候呢，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啊，相处的时候不会那么计较，大家相处的是很愉快的，相处也是非常愉快啊。然后心地很勇敢啊，心地很勇敢，不怕痛苦了啊，
那不怕痛苦就怕什么呢？没有什么也怕的啊，不怕痛苦，心底里很勇敢了，嗯，很勇敢啊，不可能现在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就是怕我以后生活当中就会出问题啊，怕我家庭出什么问题啊，就怕我老的时候就出什么问题啊，怕我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就是为了这些事情呢，就是拼命的去这个造业呀，做很多事情，就这从此以后没有了，嗯，心底就是很勇敢的啊，勇敢的去面对痛苦，都有这个勇气了，因为心胸宽阔啊，相处愉快啊，心底勇敢，从此以后在这个修心的这个任何一个痛苦不会影响到他的修心了，嗯，不会影响到他的修心啊，任何一个障碍啊，任何一个再严重的障碍，对这个人来说呢，都是孙缘了啊，都是孙缘啊，都变成这个孙缘，嗯，这是这个修法的最终的结果啊，最终的结果啊，这个修法我们经常问啊，什么时候出离心修好了？什么时候菩提心修好了？我们经常问这样子的问题啊。如果你们问什么时候这个修法修好了啊，就达到这样子的标准的时候，这个修法修好了啊，很惭愧。那你们问我达到了没？我也没有达到，但是这个没关系啊，我们大家一起修行啊，可以一起成长啊，所有凡夫。没有一个是第一开始的时候就达到这个标准的，这就是没有一个这样。但是呢，没有一个人永远都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嗯，就是要看自己的努力了啊。这个是他的这个啊最终的这个结果是这样子，嗯，我想这个修法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法了啊，我觉得啊。在有些时候呢，这个修法比大圆满啊、升起次第、圆满次第都重要啊，比这个都重要啊。但是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用圣意地去面对的这个方法呢，当然用大圆满的方法去面对是最好的啊，最有效的。嗯，但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它也不一定是大圆满，就是中观啊。中观的这种方法去中观有两种一个是逻辑的这个思维推理的方式，嗯，另外一个呢就是中观的体会，中观的修行用中观的修行去这个面对，嗯，但是有些时候呢中观的真正的这个修行和这个体会跟大圆满呢。有些时候也是不是很分得很清楚，不是分得很清楚的但这个都没关系，这个是大圆满也好是中观也好，这就不重要了就是要只要有这种体会，能够这个面对这些痛苦，这样子就已经是非常好了这是圣义地方面的这个这个是他的这个世俗地跟这个圣义地。最终这个修法的结果就是这样子了希望大家能够用得上这个修法讲中观我想我讲的话我也会讲一点讲阴明我讲的话我也会讲一点但是这些理论呢我们有些时候就是我很长时间我的很多时间也就是花在这些理论上理论上但是也不是一点也不后悔，这个非常有用的，很好的但是我想像我们很多在家人工作压力大然后呢家庭的琐事又这么多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修法有简单有具体的修法，全是这样子的这个理论的话，我想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到底这些理论有什么用都不清楚了所以你们希望用得上。那我们每一个人会有痛苦了这是大家都会面临不同层次的这个痛苦，这是肯定的了。
那在这个之前啊，应该有一些这个准备了。那这个准备是什么呢？就是修出离心呐、修菩提心呢，就是平时我们修的这些修法就可以了。那然后到时候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就是用这种方法把平时我们修的这个法跟这个痛苦啊这两个融合起来，把平时我们修的这种法啊来把这个痛苦呢转化成一种力量啊，让它啊促进我们的这个学习啊，不但是它让我推转啊，而且通过它的力量啊，我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往前走前进啊，这样子是非常好的啊。这本书里边也讲了，在这个末法时代啊，修行人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修法才能够前进啊，才能够前进啊。过去这个说的末法时代其实不是什么末法时代啊，就是现代社会，就是现在这样子的时候呢，真的需要这样子的懂这样子的修法了啊。如果没有这种修法，我们的理论啊再好也好啊，我们的知见啊，政治正见再好也好啊，我们没有遇到这些这个痛苦，遇到来自于各个方面的痛苦压力，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啊前进，因为我们的修行的这个能力啊很小啊，能力很弱，没有办法前进啊。这个时候必须要有这个啊，必须要有啊这种方法。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借助痛苦的力量啊，借助痛苦的力量往前走啊，借助这个未缘的力量啊，就是前进。这样子啊，平时啊，我们借助这个顺缘的这个力量啊，往前啊前进。不可能借助这个痛苦的力量啊前进。痛苦是给我们制造未缘，让我们推转推使这样的东西。但是呢，有了这个诀窍，有了这个方法以后呢，不但是借助顺缘的这个力量往前走，而且连痛苦的这个力量也都可以转化为力量，也可以借助这个痛苦的力量也可以前进在末法时代就是这个现代社会这样子的这个社会当中呢这样子的环境当中，那必须要有这种修法这种修法否则的话，我们的修行要积蓄的话很难我们一辈子当中没有任何这个痛苦，一切都是很顺利，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这可能性很小，有可能精神上的痛苦、肉体上的痛苦，还有来自于各方面的这个痛苦压力都会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些压力这些痛苦转化为一种力量一种力量，借助这个力量往前走这个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吗这个很好的方法大家要这个重视这个修法，一定要重视这个修法这个要如理如法的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从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这座所有人都我想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我们懂得这样子去做这方法知道了以后呢，然后就是一定有这个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很难受很痛苦折磨自己这样子是没有用的这没有用，这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些方法，像一切办法把这个痛苦，第一个不要自己太折磨太难受，第二个呢，更不要把这个痛苦成为一个修行的这个未缘推使的这个因缘通过它的力量前进这是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去修这个法
修这个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法了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这一上就讲完了这个痛，如何面对痛苦的这个修法了啊。那下面是如何面对幸福的这个方法了啊。幸福的方法我们也得要讲一讲，嗯，但是我们多数啊遇到的是痛苦这个修心，幸福就是很少啊。也没有什么一定要面对的这个方法，修行来面对的这个幸福就很少了，那痛苦就很多。有些时候我们不用这个修行的方法去面对的话，有些时候就真的是啊，就过不了这个关啊，这样子的有很多都是这样子，这个经常都我们都知道这样子的啊，都有这种问题。那学佛的人相对来说，按理来说要少一点，但是也有，嗯，所以这个修法是很重要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一旦这十八年多呢，你比这能办学校几个南极网络的吧，这边做连着啊做本修。说那么的一旦这十八年多呢，你比这能办学今个那些王龙这把这边做连着啊主儿说我们啊红班子人格是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是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是把马色的红